心，又来到湖南跟大家一起跨年，跨过一生一世之最。还有大概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吧，2014就快要来了，你们准备好了没？2013收获了满满的幸福和感动，但是最最重要的是，每一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一直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非常的开心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，来迎接2014挥别2013，向2013 say goodbye。